京文化寻根，打开华语之门。朋友们大家好，有请第一位吃饱人。我看见，我听见，我守望，我发现，在记忆的时空中踱步，澎湃而不张扬，延续生长。我是陈坤，让我们开启华语之门。大家好，主持人好。你好，你好。我见到真人了，真的见到陈坤了，见到你了。喜欢看华语之门吗？去年看的比较多。为什么？因为你嘛，因为我在电视里面拍你照片，差不多有别一百多张，在我那手机里头。我本来对这个没有爱好的，这是个我朋友的，邻居的，他痴迷爱好这个收藏，他也不懂，他老婆可能更不懂，阻止他不让他去花钱买这个东西，经常呢在楼上五天一大吵，三天一小吵的，特别是晚上，有时候十二点多睡觉，他在楼上蹦咚的摔的瓶子的响声，摔了，摔东西。那你岂不是没觉睡了？每天晚上在上面乒乓乓的，你上去找他去了？就是上去找他，他们两个正在吵着。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比较喜欢，喜欢我说给他抢过来，到这个华语之门来做个两专家做个鉴定，鉴定了如果要是真的呢，然后就带回去，他们两个皆大欢喜了，家庭圆满嘛，是吧？就是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不毁一桩婚嘛。陈坤，那个主持人，你要把这个事办好了，你也是个大功德举嘛。我不知道哈，这毁不毁还不一定呢，说不定是假货呢。要是假的，腌咸菜。你帮忙跟专家说说好话吧。来吧，咱们一块儿。好，专家好。你其实白跑啊，因为他跟你没啥关系啊，他真的假的都不会归你。啊，假的你也要努力把这桩事得干好了。那如果要是假的我都给他收过来了。如果是假的，假的就归我了。其实我们还是心怀善意的，想这罐子是一个青花罐，咱们说青花呢，一看青二看花，这个青料是什么呢？就典型的混合料，就是外国料和国产料混合起来的作为青花，这是一。那花是什么呢？合欢玉兰，你看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白的，玉兰飘香啊，情意绵绵啊，这是一个好兆头。那么现在咱们看这个东西呢，整个这个釉面呢是一种鸭蛋青，像鸭蛋的皮儿一样，而且罐子中间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一道缝，我们叫接胎，这都是明代瓷器的基本特征。第三，咱们看一下罐形啊，叫封肩，肩膀很封，然后下面是收腹，就是头重脚轻，是这个意思。这是明代的和元早期的一种形制，清代就是没有收腹了。所以从这个形开釉方面来看，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明代的青花罐。哦，明代的，哇！谢谢，这件事情功德无量啊！看来我这个好事能做好了。值多少钱呢？这个罐整个的釉面还有它的品相都非常好，应该给它一个参考价。多少钱呢？你叫多少？80万。80万啊！你也太贪了。十全十美，10万元。哇！哎，我现在就是在心疼那东西呢，他之前砸了多少，可能是也是真的呢。估计啊，这个女士啊，回去之后肯定特别后悔，难过的，会忏悔的。对，有些藏家呀，都是跟家属斗智斗勇斗出来的。收藏本身是一个快乐的事，只要沟通好了，家庭这不就和谐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这就是缘分吧？你看刚才这位朋友也因为助人为乐啊，这样的一个行为来到了华语之门，也圆了自己的一个美丽的愿望。好壮观啊！这谁的宝贝啊？我们五个人的宝贝。你们五个是哪五位？这边有两位，还有台下有还有两位。啊，是吗？对。这个为什么五个人一起买东西啊？这个呢，因为我们五个人，
一起投资了一个古玩店。投资最怕什么呢？就合作，五个人那意见好难统一啊。你们又一起买了这么多的匾。对，当时呢，其中有一位不同意。哪位不同意？然后也就是这一位。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当时感觉吧，他好像是那种仿的那种感觉。他们说是什么时候的呀？他们说是清代的吧。你觉得都像仿的是吗？我感觉是，但是我觉得朋友之间嘛，应该相互信任吧，所以我少说不能多说。您的名字是？我叫刁鹏。跟刁德一什么关系？一家子吧。花了多少钱？这么多？花了十来万吧。十几万呀？假了怎么办？假了就假了吧。钱无所谓，我们不在乎这个。再说也没多少钱。好，太大气了啊！你最小对吧？对，我最小。你多少岁？我21岁。21岁啊？对。但是你的魄力不小，虽然你们五个人一起买了，但是为什么后来还要立下字据呢？要做生意嘛，兄弟明算账。其实作为一个记账的用途是吧？对，都不怕赔。做生意就是得有赚有赔。心态是好，但是希望别买假了啊！毕竟这么壮观，又那么老远从江苏来，王老师，来看看。王老师，我们一般看牌匾啊，总会说真啊假啊。今天来了这么多牌匾，您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牌匾我们首先要从哪看，怎么去鉴定它？第一个，首先就得看表皮，它上面啊什么字啊，纹饰是什么样啊，有没有老化的痕迹啊？包括上的那个漆是过去的那种大漆还是呢新的那个化工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看它的工艺。你像咱们这四块匾哈，这两块猛一看，一个呢是这个雍正御制，这个上面啊有比较明确的题款，是皇清光绪16年，实际上就是什么呀，一个是清早期的，一个是清晚期的，但是仔细看字看纹饰几乎是一模一样。对啊，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呀？清前期啊跟清晚期啊差了200年呢，200多年啊，在造型纹饰特点啊都是有很大变化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就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就有着矛盾。再看后边上的是黑漆，全是什么呀，化工燃料的那个漆，然后整个包括字包括纹饰都是新做的，所以这两块是这种情况。那这些呢？这两块要用到我刚才说的第二点，工艺了。工艺是什么？是加工手段。你仔细看这个，在工艺上加工手段上两块牌子都有的共同的特点，是刻的那个字，刻字啊用的板儿，然后这个板儿呢是抠下来的，单独刻字。坦率地说，在老匾当中不用这种方法，而且你这看前面那个题款，后边的落款，包括这个题款，然后这个等于是一个额头皇恩浩荡，包括底下的全部都是挖下来的，然后单独的刻出来的。这个老匾没这个工艺，这是现代人加工时候偷工减料弄完之后安上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有点对不住这个，虽然看着很气派，但是是现代的带有商业性的这样一些的赝品。哇，那可怎么办啊？赔一点啊，长点经验。好，谢谢平凡老师。我看你们在窃窃私语说什么呢？没关系，就当是买个教训吧。
上海来，嗯，家里是住在台湾，哦，美丽的宝岛啊，欢迎欢迎啊，宝岛台湾来的朋友带来了一尊小的佛像。这尊小佛像呢，是我在2013年这个十一长假回台湾探亲的时候，一家古玩店，我就感觉有一股暖暖的气息，然后一直喊我来，喊我来。那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进去看看吧。那当这个店家把那个小柜子一打开之后，我一眼看到这一尊小佛像的这个法相的庄严，我就立即决定把它请回家去。店家开多少钱，我就不回价，我就直接买下来了。有人说请佛像是不能还价的哟。是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切都是要讲求缘分，尤其是我们的文物。那我觉得跟我有缘，那我就应该把它请回家来。其实这个缘字也是从佛家来的。是。那您请他需要多少钱？当时是花了台币16000元，大概是人民币3000块钱左右。您是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的，喜欢收藏来买藏品吗？不是的，我的父亲呢，他也喜欢收藏，那所以呢，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就喜欢上了收藏。我个人大概是在26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一些收藏。那也还需要鉴定吗？需要，因为好多朋友看到我买了这一尊小佛像之后都说我打眼了，所以我今天特地要请专家老师来帮我看看。说明心里还是拿不准。是的。来吧，请专家看一下。谢谢。你朋友说他不真，是赝品，那么他的原因我猜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一层包浆，感觉像塑料膜一样的感觉，是吗？是的。那么尤其最近几年在这个收藏队伍里呢，有一种玩法，喜欢把青铜器啊上面长的锈斑或者是传承过程中留下的一些污渍清理以后打蜡，作为一种保护文物的一种方法。那么这种现象给鉴定带来了难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在光线下，尤其是成束的光线，去转动它，透过这层膜来看下面的地子。那么你带来的这尊造像呢，透过这种光线仔细观察，包括底足的自然磨痕以及整体的皮壳特点和包浆来看呢，是一件开门的老东西，老藏品，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那么从它的开脸状态和整体的比例和工艺特征来看呢，它应该是一尊藏西风格的，时间17世纪左右，也就是明末清初这个时间的一尊什么呢？无量寿佛，真品不疑。谢谢。它的缺点呢，有点呢，感觉呢，你能微微的看到呢，这种鎏金状态的存在，鎏金的这个层呢，磨损的比较严重，但是呢，它并没有受过严重的磕碰，所以呢，给你一个很乐观的价格，市场参考价，人民币20000元。哦，好，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好。你好。你手中捧着一个画作，对，握得那么紧，好像生怕转眼间它就会消失一样。很贵的。嗯，很珍贵的。很珍贵和很贵不一个概念，对吧？这个是前几年呢，也等于说家里收的东西，然后呢也送往拍卖公司，也送了几次。有的跟股价几百万呢，几十万都有，但是交了投入费啊还有这个佣金之后呢都没有拍出去。要交多少钱的吐露费啊？吐露费的话，有的是按5%的吧收的，然后保险费是1%。你可能会遇上一些不正规的，或者说假的拍卖公司。哎，对对对，所以说后来又没有敢拍了。最近呢，有那个拍卖公司呢打电话说看能不能上拍，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行情怎么样，我就想让专家给估一下价。他们给你估了多少钱？他们才估了10几万。十几万？啊，对。你觉得这个价格太低了？有点低。来，今天让专家看一下。好嘞。
刚才听了池宝仁说的话，我的体会就是说，在艺术品骗子那儿啊，他的骗术是各种各样的。那么到底刚才他说的这个估价150,000这种情况，是不是一个将要被忽悠这种情况呢？我认为还得看这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潘天寿的画现在不是一般的画，潘天寿这个名字现在是如雷贯耳，他的画现在市价很高，均价是每平方尺150,000左右。那么这幅画呢，目测是4平方，那么均价如果是他是典型的作品的话，均价600,000，可以讲是非常高，所以造假也很多。那么来看看这幅画到底是真是假。潘天寿的画论真假指标非常硬，专业术语叫他的用笔利人砍顶，就是说他的笔线画出来的话功夫十分高，他是力透纸背。还有说到他的造型，那就是造型奇绝，这个也是很高很高的成就。那么我们结合这幅画来看呢，他的用笔呢没有达到力能砍顶，它相对是比较软一点。那么造型呢相对还是随意的，它也没有达到奇绝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想问这位持宝人，我们现在看到了明显的差距，那是不是说它一定就是假的呢？如果说黄老师说如果真的大概会600,000的话，那么估价10几万有没有可能不太对呢？是也这样想过。他的用笔呢固然比较软一点弱一点，但是呢他笔笔相生，一口气画出来。还有看到造型，他比较随意比较天真浪漫，所以他画出来这种鸟有点憨态可掬，这也不是造假者可以造出来的。我们还有看纸的这个包浆，还有他这里写辛酉11月阿寿，那么辛酉就是1921年，潘天寿出生的那年是1897年，那么这样算下来这个是24岁时候的手笔。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看，这件作品是潘天寿早期花鸟画真迹无疑。哇，我们现在给他估个价就是80万。哇，那这样的情况下黄老师您给个建议，就这样的拍卖行估了10几万他要去参加吗？我认为拍卖行给他估个15万这个起拍价完全是从他的营销策略考虑的，这样的话更加有利于吸引买家，也更加有利于这件作品100%的成交。这个大宝贝的盒子哈，装的是什么呀？鸡血石。鸡血石啊，从视觉上先看一下，鸡血石是因为它外边的那个状态有点像鸡血。我先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从宋代的时候就有开采，而且现在产量特别的小，所以也就特别的物以稀为贵了。对，一种呢是巴黎鸡血石，就我们是昌化鸡血，还有一是昌化鸡血石。对，那您的是？我是昌化鸡血。昌化当中哪一种？牛角洞鸡血。你为什么认为它是牛角洞？我从它的底儿，从它的、好，我不问你了，你就告诉我你打哪儿买来的。这个在那个厦门买的，当时花了10万块钱。哪一年呢？5年前、就是、5年前。对，让专家看一下好吗？好的。这个东西你认为是真的，所以花了10万。对，你知道不知道在鸡血石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假的？知道知道。造假的方法啊，我据我所知至少有4种。第一种我们叫全活，从鸡血到地子，整个全是做出来的。最拙劣的作品呢，就是什么呀，咱们在地摊上经常见到的那个鸡血，一块红红的那个张料跟塑料差不多。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挖掉一块呢，然后呢用那个硫化汞啊
哎，和成一些跟那个什么东西啊弄在一起，然后填补上。这种方法呢是局部的，但是因为它要挖掉一块，所以填上之后呢，它要打磨一下。实际上仔细观察，能够看出啊，填补的那块啊，跟那个原石是有差别的。第三种就是什么？就是浸泡法，把这整块石头都泡在朱砂里边，或者是、啊、抹上硫化汞，干一遍，然后再抹，再干一遍，再抹，形成层次，最后上面罩一层包衣，包衣就是什么呀？这个树脂这一类的东西呢，一看就是有点亮晶晶的。最后一种就是啊，把这个东西啊贴皮，它给你切掉一块真的积雪石，然后呢贴在另外一块上面，有时候四面都贴。所以知道这几种方法的时候啊，看这个东西啊就比较容易了。你这块东西，我们经过比较严格的观察，应该是一块昌化积雪石，只是时代呢不是老的，是现代的，它刻的是金蝉还有钱。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象征着是富贵发财，东西呢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给这个东西一个参考价格是15万元。好，祝贺你买成功了啊，再见。如果藏有的藏品能够登上珍宝台的话，就将会得到由奢店老酒提供的奢店原青花酒，以及由金星啤酒集团提供的金星新一代啤酒。欢迎欢迎，专家老师好，各位现场的观众好。这个铜镜是您的吗？这个现在归我，以前是朋友的。啊，为什么你买了呢？我的一个朋友，他看上我那块玉佩了，他就说，你那个玉佩给我，我这个祖传的镜子给你。我说你这个镜子怎么可能是祖传的，这么脏旧。他说这个镜子差点给我们家祖先带来血光之灾。啊，怎么回事儿啊？就是他那个奶奶的父亲在民国时期吧，生了点病，一直好不了，碰见一个高人，几滴药好了。神医啊？不是神医，高人，因为他不光是医，他还有一个高招，他会把别人家的东西变到他那个箱子里。啊，他是刘谦吗？不是刘谦，只是变魔术，他是移形换影，转把别人的东西转到这里头。我不相信，太神了。他奶奶的爸也不相信，然后呢，他说你先拿块银元，拿了银元之后就放在这个箱子里头了。当时也不让看，也是到了黑屋子里头，拿布子盖住，过段时间打开成两块银元。要是我就找个闺女放进去，然后我就不用生了，可以多出好几个闺女。最后呢他就相信了，然后呢就是他对这个高人也特别好，然后过了几天那高人就说要走了，啊，你这段时间对我不错，也算咱们有缘，临走时我想帮你一下，你要是说是拿的东西多我给你多变点，拿的东西少我能少变点，随你。然后呢他就是把他们家家产都已经变卖，然后装在那个包袱里头，把所有东西全放进去了，最后岂不是能变出一座金山来了？然后呢，走到了一个，我期待的是变出什么了，这个事儿是重要的。关键的是不是变出什么了，关键是它在过程中。然后呢，走到了一个红砖绿瓦的大院，大朱门、红门是吧？然后呢，高人说到了，我先把包袱提进门里头，我马上就回来提我这个宝箱。我宝箱你不能偷看，一偷看我的宝箱就失灵了。然后呢，他就进那个大门了，等了很长时间不出来。他说这样，我推开这个门去找个人问问他怎么还不出来。结果一推门看，那个门是什么门了？是隔街门，就是这面是街，这面是街，它是一个墙，就是两条街之间的隔门。然后呢，他一看有上当的可能，他一想还有高人的，箱子呢？还有高人箱子了，这里头有东西咱也能值。打开箱子一看，你说这块虎皮，还有这个东西。挂虎皮唱大戏，还给你拿留了一个照妖镜，差不多吧。照的是什么？照的就是心里面那个鬼，照的就是你心里的那个贪。听他这个故事听完之后，我也觉得太离奇，但是他肯讲这么故事，我就觉得他值600块钱。你就典型的收藏界里听故事的那种。这故事写起来也得写2天的。来，让专家看一看您淘来的这件宝。
个假的，要是真的这个就不是骗子了，他还给他留个东西。告诉人家应该懂得很多，这个这么好同情他会把他留下来。有一首歌你知道吗？刘罗锅里边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苏当圈是鬼话故事多。刚才听了半天鬼话。那么咱现在看看这面镜子到底对不对，这边东王公西王母，两边呢对称呢叫龙虎，它的纹饰特征呢汉代的典型纹饰，因为汉代崇尚道教嘛，这典型的中国道教文化。还有这个镜子上的四个乳钉，它的工艺是旋出来的，但是呢你通过反光转着看是多边形打出来的，而且四个乳钉几乎全这样。还有镜子是照人用的，那么镜子打磨的时候是含有镜药来特殊工艺磨制，它磨出来是白色的，就像我们现在的镜子光亮照人一样。而且镜子的皮壳包浆两边会不一样，但是呢你这边镜子完全一样，而且上边显示的绿袖下边的红斑不成结晶状态的一种软的红色，全是人为做的。所以呢通过这三大点，这面镜子你认为还有对的可能吗？没有了。虽然你光荣地进入了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到这儿结束，不要再因为这面镜子让更多的藏友受到伤害。也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么一个良好的教育大家的机会，衷心的感谢你。希望大家都不要听故事。我们是真心的感谢你。我也感谢河南的华语之门，让我们共同学习到了知识。是。好，继续收藏好吗？好的。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陈文老师你好，河南的朋友大家好。听您的口音呢，应该从很远的地方来。我从美国回来。在美国做什么呢？做中餐馆。那么你爱收藏什么时间开始？我爱收藏是从一个老顾客，就是说他是收藏世家这种，然后他送我件民国的产品嘛，我就喜欢上收藏。那这件藏品是您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件藏品是我去年搬到亚特兰大的时候买到的。怎么会想到回来华语之门来鉴宝呢？因为我想来看看到底我们国内的实际是价格是否跟那个美国的是否一样。你认为它是什么窑？我认为应该是景德镇的窑变釉。好吧，来让专家看一下。今天看了一个瓶子，一个百感交加，这不是钧窑，也不是窑变，这就是仿钧釉的景德镇生产的一种品种，它里面是红的，外面是紫色发蓝。说景德镇仿钧窑，它没有窑变吗？窑变实际上有多种表现，一种是窑变，它是化学干扰层造成的；一种是窑变，就是窑里面的窑温和物理化学变化造成的。你这个就属于窑变当中的仿钧釉，而且是清晚期的仿钧釉的旋纹瓶，也叫出金瓶。因为从它的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很薄的一种玻璃胎。另外从它的釉层来看，窑变来看，应该说属于这种景德镇的比较晚的工艺造成的这种钧红釉，所以说我们给它定的是靠近民国清晚期的这样的一种旋纹瓶。所以说我现在给你定的价格呢，人民币20000元。好，谢谢。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评委好，您请坐。谢谢。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位见到的女士，啊，小心翼翼的，哎呀，生怕丢了似的。比较宝贝，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妈的。
为什么归你了？因为我是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然后我妈妈这边的话就是去看我了嘛，看我之后就特别想让我回到咱们本地来嘛，然后就说咱家有一个传家宝，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说真的非常有价值的话，你可以有一笔款做个小生意啊，或者是开个化妆品店之类的。但是我今天来这边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想告诉我妈妈，就是不管是女儿在外边多辛苦多累，不想把我们家的传家宝败掉，我还是希望靠我自己。我相信在座的大家都是90后80后，和我一样都有梦想，相信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所以说来到这边想给自己一个信心，给自己一个梦想。好姑娘，谢谢。那妈妈去看你的时候，她为什么会觉得特别的难过？是因为你的收入不够高，还是因为你的居住的条件不好？因为第一，我们在北京的话，我们公司是没有管住的，然后我住的房子就是，我妈妈就说除了放下一张床就没有别的了，就特别觉得辛苦，而且我的工作是需要经常出差嘛，就妈妈就觉得一个女孩子特别的不稳定，特别辛苦。而且看你娇娇弱弱的哈，她又不可能在你身边陪你。对，父母的心嘛都能够理解。对，来，我们先请专家看一下。那我觉得女人应该是靠自己的能力为自己打拼一个天地，不应该靠父母。我觉得小孩子在成年之前，我会去培养他，教育他，希望他留在我的身边，但是长大之后呢，我希望他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宝剑锋出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如果他是假的你可怎么办？假的也要好好保存呀。会不会因为他是假的你妈妈就会伤心呢？我觉得我会告诉我妈妈，即使这个宝贝它是假的，但在我心里呢非常珍贵，而且我相信我依靠我自己绝对能够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件东西啊，第一个什么，在造型上啊比较有特点，它那个纹饰啊，我们叫它龙穿花，是一条池龙在花镜当中啊穿插着游动，显得很精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那个四角那个造型啊，我们叫它窝角，这个窝字呢就是一个单立人一个委员的委，像唐以来那个铜镜一直到元代啊都有这种窝角镜，而这个呢造型上跟它很相似，所以我们称它为窝角龙穿花玉件。第二点就是它到底呢是做什么的，有的专家看完之后，哎，它的造型呢应该是那个如意头上面那个瓦子，应该叫玉瓦子。另外有的专家看完之后，哎，觉得那个龙头啊下边有两个爪子是平放出来的朝下的，所以就感觉是一个袋子呀或者是装饰品。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个儿大，这是一块啊典型的和田玉，而且是籽料，就现在这么一大块啊这样一个籽料都得上百万。所以根据这三点，它是一件明代比较靠前期的玉佩饰件，但是它也有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它在一边啊磕碰过，接着有一个角损了，但是呢又粘回去了，所以这件东西呢很好，但是保管不好。所以根据这种情况，给这个玉片啊做出的参考价是80000元人民币。好，我相信你会很爱惜它的，因为刚才来的时候那种状态哈，就像藏着至宝一样的。对，怎么办？接下来打算把它一代一代接着流传下去。好的，谢谢。希望你在北漂的生活当中能够每天过得愉快。好，谢谢，加油。嗯。大家好，各位专家好，主持人好。你好。这是一尊什么造像？一尊应该是南传的一个佛像，这是我也是听说。因为这和中原的佛像整个造型上都不太一样，感觉像尼泊尔啊，像那些国外的地方传过来的。哦，是你的吗？不是，是我老板的。你老板怎么不来？
这不是我老板让我来的，这是我老板娘让我来的。好复杂。你老板在哪儿请来的造像？在香港请回来的。老板娘不知道？不知道，因为那一次可能老板去香港的时候没有带老板娘去。然后他就私自动了小金库请了这尊造像。但是我就不明白在这儿哈，藏品呢是老板的，老板娘知道这个是让你来鉴定，你怎么从老板那儿把东西拿来？老板娘给我的呀。好吧，这回家肯定就充公了是吧？那肯定的。哦，明白了，老板娘就是想知道这尊造像真的假的，价值会怎么样。对。那他有没有收拾老板的办法？那如果要是假的话，肯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见过他怎么收拾他吗？家里边的事儿不太清楚。不好意思说哈，你担子很重啊。还行吧。不听老板娘的，也不听老板的，既然来到华玉之门，就得听专家老师的。这尊造像最大的特点，分节的，这种分节的铸造，一般会用于大造像，但是呢，一般节痕呢，采用焊接或者铸焊工艺进行精打磨，很少有这种分节铆接的。那么你认为对吗？他敢说吗？一边是老板，一边是老板娘。那么这尊造像的鉴定方法，从一折的犄角旮旯到平面的状态的自然变化，还有这儿一种镶嵌红铜的工艺，而且由于时间或者年轮的问题，轻轻晃动它的时候，它铆接已经松动了。那么你就可以用灯光打着放大镜下向里看，看它的里边的自然的氧化的皮壳和到外边的这种自然的变化，所以从这个分接的痕迹上看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铆接的点也是老的，所以完全是一尊老造像，真品无疑。它的名称叫不动佛，你刚才说南传，南传佛教有其独特的开脸特征，但是呢，这尊造像的眼角上扬，眉毛上扬，线刻，在藏传佛教里边是这种典型的特征。第二点，在南传佛教里边没有这种镶嵌的工艺，所以才完全否定了南传造像的可能性。你刚才提了一个泥巴，在明代早期的时候，藏区的很多制造佛像的工匠就是尼泊尔的，但是呢，我们藏区的画唐卡的画家反而在尼泊尔工作，这一种文化的交流是有典型的记载的。所以这尊造像的通过它的开脸特征啊，这身体的比例以及整个装饰的风格都充分性的显示它是中国14到15世纪左右的藏区佛教文化的典型的一尊造像，真品无疑。但是呢，这尊造像有一个遗憾，它原配的座子丢失了，这会给价钱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综合这以上的特征，给你一个保守的价格，人民币25万元。相信这种人物精美的艺术造像，它会有很高的升值空间。祝贺你圆满地完成了这趟的任务，而且呢也借此沾了佛缘，好好的保护好它。再见。你回去老板娘应该会给个红包。主持人好。你好，说说您的白釉之壶。一个朋友送的，以前那个朋友装修新居时候呢，我给他送了一幅画。然后呢？然后朋友呢，送了一个壶，我说像今天叫专家过来看看，到底能值多少钱，是不是一个真的还是个假的？嗨，你看你送人家画的时候，人家都没有说来鉴定鉴定，人家回赠你一把壶，你还来鉴定？那个壶。真的假的都无所谓，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礼尚往来。礼尚往来就是这。您这个直壶倒是有趣儿哈，上面还封了口的。上面有个盖子。一般直壶现在都没盖了。那这个反正不太了解吧。来吧，让专家看一看。
你把这个有益的这个信物，哎，带到我们华语之门是怎么个想法？看看真的假的，反正无所谓，是吧？如果是假的呢？假的那也无所谓啊。我觉得他这个实际上就是心里闹得明白，就放在这儿，知道是个什么物件，来这儿也学习学习，是吧？对，物有价，情无价。于老师，请问一下，执壶在古代是装酒的还是装水的呢？酒茶都可以用。但如果装茶的话，洗茶叶岂不是很不方便吗？古代喝茶不是像现在的，古代用的擂茶，液体煮好以后放在里面，哎，所以我们古代的茶具和酒具是通用的。这个壶啊，我看是个稀罕物，猛地一看是新的，因为釉光太亮。但仔细再一看呢，这种器型它有几个特点：一，壶流挺长的，壶柄扁状的也挺长的，而且你看这个瓜轮好像是一通到底，也是长的，给人整个一种瘦长挺拔的感觉。这个和唐代不一样，唐代是什么呢？胖硕很张扬，而宋代的艺术品呢比较瘦长。另外刚才拿灯光打了一下，透亮，釉水呢非常的莹润，白中透黄，黄中反青，有玉的感觉。所以著名的词人呢，李清照曾经把这种词比喻成什么？饶玉，饶恕的饶。古代的景德镇是归饶州管的，这个里面的我看了一下，最薄的地方是2毫米。古诗当中有一种说法叫薄如纸，敲起来呢声如磬，因为我们不能敲，敲坏了我得买单呢。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拿到手里非常轻，工艺水平做得非常高。这一圈还有一个小的那种装饰物，应该说是极品。多方面的因素来判断，这是一个宋代的景德镇胡田窑生产的一个标准的引青瓜棱壶。真的，而且是宋代的。不仅是宋代，而且是宋代的早期的。鉴于它年代、器型和它的工艺，给它一个比较合适的参考价，6万元。因为这个壶盖呢有点残，如果不残，这个10万元没问题。恭喜你了。好，谢谢主持人。好，好好的珍藏。好，再见。这是一段友谊的见证，不管过了多少年，我也不管这件藏品的价值几何，这段情谊始终啊这辈子都会在我们心中珍藏。如果你觉得漂亮就鼓鼓掌。刚才我们老师提到一个什么人啊？提到李清照，是吧？他亭亭玉立，这是不是也像啊？像不像啊？谢谢。李清照也是能喝一点小酒啊，那个壶应该多放一会儿。那个叫什么？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李清照喝醉了，对吧？开开玩笑啊，这有酒有诗才有雅兴啊。那么您带来了有话，这个是我姥姥传给我，我带来了一个心愿，是我姥姥的一个心愿，她想找这个画的主人。因为他们家在当地呢是一个大户，很多人就经常的去讨一些小钱呀，讨一些粮食，但时间长了大家也觉得不好意思嘛，然后就拿家里的宝贝来换，有的人过一两年慢慢的把东西又赎回去了，这个画的主人就一直杳无音讯。难道说鉴定了之后，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要寻找他的主人吗？我外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当时嘛帮乡里乡亲也都是应该的，这个画的主人后来来找你了，应该还物归原主吧。你愿意物归原主吗？我愿意。好，真棒。现在我们请专家来鉴定一下您的这件藏品。谢谢。各上好诗，真诚待人，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华语之门是一个有很多观众在关注的一个节目，那么在这儿找到他主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对，那么你拿来的这幅画外观上看就是一个典型的
古画。哇，这多大尺幅啊！目测有十平方左右。作者的我看了一下，署名张，这是晚清时代的一个画家，他的风格也很有特点，就是平淡求真。那么我们关键现在要看这幅画到底是真还是假。像他这种画的，如果是画家本人自己画的，他是一丝不苟的，他要追求一种心境的表露。那么造假的，他是急功近利的，他做不到那种沉潜，追求表面上的一种像。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衡量一下这张画，它是绢本的，绢本可能比纸本更难沉潜，因为绢的吸水肯定不如那种生宣吸水的厉害。我们现在来看它这个梅花树表现，梅枝一笔一笔都送到位的，画到这个花苞的时候有一种厚度的感觉。那么再看下面的水仙花，线条勾得非常好。然后呢，看这个鸟画得比较灵动的，毛羽的感觉基本上都表现出来。再看这个题款，写得非常沉稳地道，笔笔送到家。所以面对这样的一幅作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完全是符合晚清时代的一个时代特征的一幅好画，是张邯的真迹无疑。古代书画含金量比较高的，像他这种画呢，画很好，目前的价位还不高，我们以现有的市场价来对它进行一个估价，那就是10万。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茫茫人海，你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主人呢？他有名字吗？还有讯息吗？这些也没有了，所以这个确实有难度。我这样理解，他有一颗真诚的心啊，只要心是真诚的，那一定会有一天是心心相通，找到这件作品的主人。那在那之前，谢谢，还是在自己家里好好的珍藏，也珍藏这段情感。谢谢你，谢谢。英雄复赛第四场，强强相争引发火热对撞。你真是蛇蝎心肠，我看你就像横行霸道的大螃蟹。一波未平，一波再起。个人也是比较软的硬柿子吧。你等我把你捏成柿子饼。枪枪轮战，谁将挣脱危险边缘？明晚《汉字英雄》精彩呈现。明代青花花卉罐10万元，潘天寿早期花鸟画80万元，北宋隐青石壶6万元，明代窝角龙川花玉饰店8万元，明清分段铸造铜佛像25万元，张盘绢本花鸟画10万元。让我们在下周的同样时间再见。